嘿，大家好，我是西提奇的，今天来玩双生幻想。哇哦，看到这界面满满的日系手游风，而且有最喜欢的萝莉啊，没有，我都喜欢，好吧？不，没有，我都喜欢，好吧？不能透露我的那个癖好，都喜欢。创世7050年，世界能源之星发生了爆炸。哦，要守护尼德霍格，被幕后人所支持。大概剧情这样。哦，这个风格有一点像是，你帅。哦，亚瑟好强，难道真的无法阻止他了吗？嗯，你不觉得这个角色像有点模仿某个角色吗？什么塞什么把的啊？啊，伊丽莎白，让我们去打他。哦，二刀流顺杀，可以。斩杀！对，然后大概剧情就是说，我们等一下就打不赢这只魔王，然后我们又啊初始的从他回到开头了，就是什么能力都没有，然后可以展开爱与情纠葛的冒险。嗯，我感觉上，哎呦，王土宝宝，线上的这胜利就在前方，没有错。狩猎时刻，嘣嘣嘣嘣嘣嘣！哦，帅帅帅帅帅！左射右射啊！也有信息接见。怎么玩起来有一点觉得说他的那个招式喊出来没有不太魄力不太够，太过于可爱，你们不觉得吗？就是太过于可爱，就是好像少了点什么，我也说不出来。凭什么这一折？是啊，真的是塞吧？是约瑟杰直接喊出来，哇哦！哦，你看。马上，我们失败了，对不起，让你失望了。好啦，去餐厅打工啦，去餐厅打工，帮我洗碗，帮我按摩，好不好？我的前军已经无法打遍，我们可以提前到这里，或许尼德霍格就不会变成这样了。好啦好啦，尼德霍格是谁？哎，要把我回到传统上7000年了、啊，哇，要我去重生啊？那我记忆应该不会有记忆吧？哇，您终于行啦，您从天上跳下来，我在天上飘。哦，当真行了吗？还有意思不？你怎么不说话喵？哦，我一醒来看到一只有猫耳的人在我面前，我一定傻眼猫咪吧？先喵，我先猫，它喵一声，我喵两声。然后输入昵称是吧？好，那今天来玩个女生女角，女主人公如何捆绳子？好，这是个 ID。另外一家小军吗？不远处传来的脚步声在慢慢逼近，快分头找人，犯人在哪里？哦，我马上遇到了危机，我才不是走路抱着逃的人。好，点击头像，战斗，哇，夏目是不是？闪光剑，就觉得，还是少了点什么哈，就是玩起来有点少一种连贯性，就是，会不会？顺畅吗？太过于顺畅，所以顺畅到没有连贯性的感觉。你们那种感觉吗？知道这种感觉吗？哦，这个风格还行哈、哦。这个我们先抽个卡片，十连抽必中是吧？哦，抽出谁呢？抽出谁呢？哎呦呀！哦，哎呀，蝶衣呀、啊！哇！蝶衣啊，不是蝶衣啊，哇，可以哦，蝶衣。那那个后面那个蝴蝶，我以为是孔雀呢。好，他们叫我快速升级，让我探员快速升级，神武级，装备，一件装备，没问题，我装了一个白装。好，探员档案、探员列表，侦查，开始冒险了，挑战，摆阵。战斗，杨雨莲，哦帅，可以，闪光剑，获得胜利，对啦，好团顺，没关系，那我们继续推图挑战一下，哈哈，我是孤儿第二的执法者，你们是在拒捕，他这个执法队长太可怕了。你们就被认定为11区的爆炸者啊？为什么都是很多都是最近好像很流行11区这个数字？11这个数字是有什么特别的吗？银牌想往哪走？愤怒至极，换敌招炮，防空球，
哦，哎呦，哦，这个大招就还不错，还蛮华丽的哈，蛮华丽的。总伤害吧，哎，朋友很强，我打不动他，你太弱了。哦，科技研发品，哎呦，哎呦，对对对对对，很可以呀、啊，哇，这个研发品不错啊，哇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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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万物复兴，嗯。我觉得他如果招式在做的有一点特写，就是镜头拉近，或者说角那个镜头跟随着角色走的话，我觉得这款游戏会很加分。这我觉得是可行的一点，不然太没有战斗魄力了。啊，我讲归讲，还是战斗胜利了。嗯，还行，等级提升，商城，好，不错不错。我的新礼物，好，这一款双生幻想，这就是这一款双生幻想的游戏模式。哦，如果大家喜欢这种游戏模式，可以来玩玩看，可以来玩玩看看。我是西地喜的，介绍到这里，简单游戏评测，轻度有我，有你，拜拜。